主喉间僵硬加痛，我又看到那个奥黑了啊，奥黑了，那虎着脸呢啊，虎着脸啊，那个眼睛呢啊，左眼睛呢，突然左侧啊，突然一抖啊，一抖了啊，这个时候啊，外星人的那个造的病灵啊也加入进来了啊，外星人造的病灵啊也进入进来了啊，那个病灵啊。一巴掌打过去，然后这边脑袋痛一下之外，眼睛眨一下之外，然后那个脑袋往这边一转的时候，就把那个左肩膀拉紧了啊，就这样，啪一打啊，拉紧，一打拉紧，一打拉紧啊，打拉紧啊，现在好像。现在汇集到一块啊，天天造的病灵啊也在下手啊，外星人造的病灵啊也在下手啊，同时下手啊，像哦下手，下手啊下手，然后打国家机器的时刻啊也在打，也在打啊，也在打啊，也在打，终于找到幕后黑手了啊，终于找到幕后黑手了啊，有人指点下，终于找到。幕后黑手了啊！现在，现在不行了，狠狠的打，狠狠的打，狠狠打，奥黑啊，狠的打奥黑啊！好，这里有两类外星人，要不然，外星人，应该说那个是变形金刚，一类是那个天庭造的变形金刚，原来到白宫讨债去的那个变形金刚，另外一类是外星的，变形金刚啊，同时开工了啊，同时开工了啊，好事。主动进来兴趣就是好事啊！好，因为当年我在2011年的5月1号临牌呢，临牌，有个人的22年还不是23年的一个鼻炎的时候，一个大学生呢，出来了是拉登的本拉登的信息啊，排完以后当天本拉登就死了啊。还有一次我领牌一个人的妈妈瘫痪了，实际上叫渐冻症，我排的过程当中渐冻症出现了美国登月造假，我排完以后当天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叫阿姆斯特朗死了啊，还有一次啊，另外过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德国海灵格的信息啊，一进来，拍完海灵格死了啊，现在，这个信息进来，希望也能有奇迹出现啊，好，再见，再见。